家人们，在咱们家买了孔雀三连画的一个小姐妹呢，往这儿看啊，家人，咱们家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异形钻呢，是根据这一个尺寸大小来规定的。两米一的是咱们家一个呢宝蓝色的大水滴的异形钻，一米五到一米八的是银白色的水滴一样的一个异形钻，一米二挂在咱们家餐厅里面的是咱们家小半圆的宝蓝色的异形钻。姐妹们，这几个尺寸不要弄混了哟。